这里是另一个世界，我们不能完全理解，但是我们为此着迷。有多远走多远，无界限记录，最后的部落，古老巫术赐予他们独特的能力，自己没有在控制自己的身体，靠天吃饭是雨林唯一的生存之道。可以听见这个猴子的叫声。而在这里，最好的沟通方式叫做疼痛。要了解一种文化，只有一种方法，那就是像他们那样生活。有一种蛋黄的味道。丛林不仅是他们的家园，更是他们的整个世界。